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又来看托尔兄弟的新房了。我们现在坐标洛杉矶北部城市波特山庄。那么波特山庄呢，洛杉矶的托尔兄弟在这边开发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社区，包括新建学校啊，新建购物中心、餐饮啊等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在它的一个叫 Pointy 的盘里面，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样板房呢是99万起的户型，它是4到5房、3个洗手间、双车库、2237尺的居住面积，在洛杉矶郡县好的学区、低的地税的一个托尔全新的一个户型，居然只有100万的售价就可以享有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这个户型呢，它是双层的独栋户型哈。那么它呢是一个托斯卡纳的外观，一般来说呢有3种外观可以选择。另外呢，这边的学区也不错，是10分10分的学区，高中在建中，附近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私校可以选择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去里面一起参观一下吧。200多平的小别墅，而且还是托尔知名建商建的，其实这种机会是不多的。那现在我们这个户型呢，暂时是售罄的状态，不过很快要放下一期的房源。下一期呢，这个社区会出8栋，先到先得，先选位置哦。那一进门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空间，客厅、餐厅连接我们厨房，并且餐厅呢增加了2个90度的拉门，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采光。套房在我身后便是样板房呢，把套房设计成了办公室的形式，那自己呢也可以用来做卧室使用哦。在做装修升级的时候呢，可以参考托尔的样板房，在这边呢便有这栋样板房全部的升级选项，可以参考一下哦。阳光房、烧烤炉、许愿池，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的各种各样的元素混搭在一起，夜晚躺在这边看看星空，赏赏月亮，配合着四处的原野以及后院的竹子，颇有一番意境，是不是？100万的洛杉矶的4到5房的全新托尔户型，价钱虽然非常亲民哈，但它的户型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赞。那2楼呢有一个阁楼空间，并且每一个房间的尺寸呢，还有它的位置布局都是很不错，非常实用的。这个户型呢 ，Mina 看啊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家庭在此建设、开始和筑梦自己未来美丽的人生的。
的看房视频。这个小区一共有三栋样板房可以看哦，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我的播放列表里面找找看。那么如果你对这栋户型感兴趣，或者是对洛杉矶的房产感兴趣的话，都可以联系我哦。那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